那这边再代替三例提问，这是那个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，他寄了贺电给朱立伦，提到说这是为谋求统一。那朱立伦回给习近平的贺电中，他有讲到110年，可是没有提到民国年，被解读是向中国大陆示好。请问市长怎么看？那第一点哦，其实那个朱立伦的回电，要问的不是只有这一条，有很多条嘛。那所以我们也不会说为了单一事件啊，就扩大解释。但是有很多的这种疑问，你知道吗？那就朱立伦去回答，我为什么替他回答？